欧弟喜办婚礼，天天兄弟齐聚。萧亚轩否认婚期，暴雨罗志祥是兄妹。杨千嬅分享育儿经，儿子崔琦生二胎。本期环球音乐榜好歌不停 ，Festa 家人 DNE 究竟能否稳居前三？悦享东方马上呈现。近日，湖南卫视《天天向上》主持人欧弟和妻子郑云灿在布拉格举行了浪漫唯美的婚礼。令人惊喜的是，《天天兄弟》中久违的俞灏明和事业浩二也赶到婚礼现场担当伴郎，《天天兄弟》还送上精心准备的礼物。布拉格被称为欧洲最富有浪漫情调的城市，婚礼在布拉格的洛布克维奇宫殿举行，梦幻的场景让这场婚礼像极了童话世界中的王子和公主的婚礼。欧弟和妻子幸福地在此牵手，并许下相守终生的诺言，整个过程温馨而感人，欧弟不禁眼眶湿润。一向最喜欢调侃他的天天兄弟们见此情此景，也忍不住感动得热泪盈眶。杨千嬅近日与电影《五个小孩的校长》中吕校长本人一起出席分享会，为大家分享自己拍摄电影的心路历程，还有自己教育儿子的经验。原来私下吕校长是个育儿方面的老师。每一次我遇到吕校长，我都觉得很有安全感，他是一个非常温和的人，然后跟他聊天我自己也是会觉得非常的舒服，因为可能在当妈妈的同时也是会有一点压力，就是关于跟儿子的一种沟通。千嬅最近身体不适，气管过敏一直未康复，但是过段时间就要开始准备巡回演唱会了，不知道她的身体是否吃得消。对，过敏还没有好，所以我要好好休息，因为我6月开始有那个巡回演唱会，所以现在要好好去保养身体。不过杨千嬅保养身体不只是为了应付巡回演唱会，说不定是为了准备再生二胎，儿子 Tars 都说想要个妹妹，看来杨千嬅要好好考虑下。日前，一条名为杨贵妃雕像遭游客袭胸，称花了钱为何不能摸的新闻引起网友热议。据悉，西安华清池景区内杨贵妃出浴雕像一向是游客合影的热门处。五一期间，有游客竟攀在雕像旁，抱着杨贵妃像大腿合照，甚至有游客抓杨贵妃像的胸部。工作人员上前制止时，反被斥骂：“花钱进来为什么不能摸？”而演员王珞丹得知此消息后，也在微博中转发该新闻，怒批这种行为，并讽刺该游客道：“花了钱就让摸的那是小姐。”别花游客的钱想干嫖客的事儿，那是需要加钱的。萧亚轩及罗志祥日前现身北京，为某视频网站在京举办的特别发布会站台。发布会当天，两人心情大好，萧亚轩还在贴照游戏环节中和小猪开玩笑。这对圈中密友相交多年，不仅经常在微博互动，在音乐道路上更是相互合作多次。现场两人更自曝像一对失散多年的兄妹，跟叶小宝又是非常的很好的兄妹。对对，然后所以我们就可以，其他人不知道，这是一只秘密。对，是我们是个秘密。嗯、所以我叫肖志祥，肖志祥，然后罗亚轩，罗亚轩，好到什么程度哦？他没有一起洗澡这样。很好吗？很好了，因为我觉得就像会分享彼此不能交换事物这样而已。彼此的那做过最亲密的事是什么呢？最亲密的事，聊心事吧。聊心事，我会听他说话。嗯，对。然后我会跟他说话。对对对。所以是麦霸还是已经听歌的话？我算的，死抓不放的人。死抓不放。我家里自己都装 KTV 了。那二位有约过一起唱？有，我们唱过歌。嗯、有。那小猪是搞笑类的吗？对，我唱了个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游。赛朗朗爸爸，打动过众多韩国人心灵的赛名曲爸爸，相遇世界著名钢琴家朗朗，从而以更加感性的旋律重归。此次中国单曲版爸爸，通过钢琴家朗朗的细致唯美的编曲，以和原曲与众不同的感性吸引人们聆听，并且在曲中同时展现了韩文说唱和中文演唱的赛诠释的部分，更加成熟表达出儿子对爸爸的告白。
진정 그래도 참고 있네 맨날 아무것도 모르지 내 품에서 띵굴거리는 새끼들의 장난 때문에 나는 산다 힘들어도 간다 여보 얘들아 아빠 출근한다 봐봐 워종의 맹발론 네 슈트워버 더 진난 신구 왕저 제방망 太一动摇 Block B 太一首张歌曲动摇完整版 MV 公开，艺术气息的画室搭配舒缓的钢琴旋律，南智璇甜美出镜，灵动眼神和甜美微笑十分动人。작은 비가 내린다면 저 달빛마저 흔들리는데 내 옆을 지나가는 네 모습 보니 흔들린다 설레인다 네가 스쳐갔을 뿐인데 내 맘 파도친다 흔들린다 설레인다 防弹 Rap Monster 玩笑，防弹少年团成员 Rap Monster 公开了歌曲 Joke MV， 在 MV 中 Rap Monster 饰演一名被关在幽暗的精神病医院的反抗者，眼神犀利，配上连绵不断的说唱，气势十分逼人。NCA 门禁时间 ，NCA 回归新单曲《门禁时间》MV 公开，活泼欢快的旋律和甜美可爱的舞蹈，都让人沉浸在属于他的清新魅力中。Labon Sugar Sugar， Labon 全新歌曲 Sugar Sugar 完整版 MV 公开，画面中 Labon 穿着七彩缤纷的睡衣，在房间里跳舞玩乐，非常俏皮可爱。
Primary Balling， 音乐制作人 Primary 携手乐队 Hugo 主唱兼队长共同制作的新单曲专辑 Luck You， 歌曲 Balling 近日公开完整版 MV。Mr. Ben， VMUTY 新曲 Mr. Ben MV 完整版公开， MV 有重度性旋律令人产生共识，环脱剧情看起来VIX 命中注定。VIX 是韩国近期迅速崛起的男团，深受各国歌迷喜爱。Ben Ben MFBT 首张正规专辑 Wonderland 主打歌之一 Ben Jiggy Ben Ben 完整版公开，三人重新解说 Hip Hop， 以独特的节奏和表现方式暗示他们的音乐理念。白智英、宋有斌，清晨的林荫道。白智英与 Superstar K 6选手宋有斌合作的新曲 MV 完整版公开，歌曲以白智英优美却略带悲伤的嗓音和宋有斌感性温暖的歌声相融合，演绎一对离别的男女孤独悲伤的思绪。한번씩또한번씩생각난데도보고싶어도이제아무사이아닌데종일너라는핑계를대고바보같이노래를불러보아도아직도나돌려다보던네눈빛장난칠때웃음을때리던손길사진속을몇번을들여다보고한심하게소갈이흘려보아도아무도나를한번전화기집으로돌아가는길새벽가로수처문화없이
옷을 걸치고 아무도 남지 않은 거리를 나설 때 간판의 불빛이 侯孝贤导演耗时十年并亲自指导制作的影片《聂隐娘》成功入围戛纳影展，这同时也是男女主角舒淇和张震继十年前《最好的时光》后再度与侯孝贤导演共走红毯。只是舒淇为拍该片曾吃足苦头，累是一定的嘛，动作你知道吗，他全身都伤痕累累，因为这是一定你要练练练练完才能上场嘛。不过你可以看他以后，你们看一下就知道他蛮厉害的，辛苦总算有代价，但侯导对于奖项则显出平常心。什么样的评审，就什么样选什么样的片，其实一定逃不掉，全世界都一样，没有什么好大惊小怪。所以不要对这东西入围，你担心新的其实没有，你担心跟一般的拍一样。我很认真的拍，总有一天人家会发现。哎呀。这个别想太多，我刚刚已经说了，对吧？有没有什么样的人选什么样的片 ？OK。姚明自退役后，除了关注中国篮球外，他也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姚基金上，而姚基金一直致力于助学兴教、促进青少年健康与福利等各种慈善活动。近日，姚明现身上海，参加携手见习网新闻发布会。当天姚明身穿一件简单的白色 T 恤搭配牛仔裤，并在现场分享了这场公益活动大计。值得一提的是，孩子们还热情地为姚明系上红领巾，为了配合孩子，他单膝跪地尽显亲民本色。张柏芝早前被向华强及向太陈岚怒轰工作态度差而被踢出 3D 封神榜剧组，向华强更扬言永不录用，日前不知他还有什么片约在手。近日被发现独自一人现身香港中环某高级商场，身穿格子衬衫、牛仔皮衣和短裤，背名牌包包，戴着碎花鸭舌帽和墨镜，打扮得相当引人注目。不过近看张柏芝的皮肤有点水肿，所以身边的人都不太认得出他。张柏芝先走进一家意大利名牌店看包包，发现狗仔队在店外偷拍，立即到店内暗角躲避，隔了一会儿，张柏芝便疾步闪人。近日某歌唱节目在京举行媒体见面会，四位导师杨坤、张杰、萧敬腾、谭维维受邀出席并接受媒体采访。据节目组透露，首期节目将直接进行高强度对抗的32进16淘汰赛，由于机会难得，四位导师也会抢学员。萧敬腾和张杰这对多年好友还当场翻脸。采访中，张杰和萧敬腾一直互开玩笑。由于早前谢娜曾在微博表示吃醋，要求萧敬腾让出张杰，对此张杰也是深情直言：“萧敬腾，你知道谢娜都在喊了，让你把张杰还给谢娜，因为你平时老是带着他出去玩。”“对对，是个玩笑话，何必当真？”“对，我只属于谢娜，不可能跟他玩笑。最多在这个比赛上面互相的呛一下，他很喜欢，我也很喜欢。”互相这样的比拼的感觉。谈到与谢娜的造人计划，萧敬腾则在一旁打趣，引来现场一片笑声。然后那个选题，昨天我跟张姐他们一起吃饭，他们的目标是三胞胎。哇，三胞胎太少了，还是三胞胎？还要放哪里？啊？几双胞胎吗？放得下吗？这每个生拼的就是人多嘛。张杰与女学员晒浪漫，谢娜飙泪约导演，张艺兴机场遭围堵，特别通道粉丝追踪， Super Junior 小分队 DNE 本周能否稳居榜首，悦享东方精彩继续。第十名鬼神 Super Junior，直到抵达你的星球，新歌上榜 ，Super Junior 龟贤再度登榜。不过这次他不是为了自己的专辑，而是为《好久的爱情》献上电视原声带。MV 记录了龟贤在录音室认真的模样，甘美的声音和剧情画面缓缓流淌。都说电视剧能带动插曲，但有时候是插曲让剧情更丰满。是不是有妹子又把这部电视剧找来重新看了呢？내바보같은꿈지키고
고픈 사랑을 저 별에 새겼지 기다려줘 내게 가는 길 나 찾을 때까지 우리의 별들이 두 번 다시 서로를 지나쳐 헷갈리지 않게 조금만 기다려 내가 너의 별에 닿을 때까지 首 Mix Stella， 笨蛋情歌上榜，性感女团带着新歌回归。曾经以暴露式性感博得无数目光的 Stella， 这次反其道而行，不再大胆裸露，而是做起了中规中矩的邻家女孩。当然，性感的元素依然存在。멍청이서있다버스놓치고겨우잡은택시뒷자리에전화를리고때마침舞蹈版新歌上榜，女团 FISTA 性感二连发，新曲再送舞蹈版 MV， 虽然少了痴爱缠绵的剧情，但舞蹈同样具有看点，五名成员分别配备五名男伴和椅子，花样繁星，难度也直线上升，在椅子上一上一下稍有不慎受伤是难免的，看似游刃有余的诱惑背后却是不敢掉以轻心的谨慎，比起性感 FISTA 坚韧更加值得欣赏。
표정으로 쳐다보지 마 그런 눈빛으로 손 내밀 第7名 金俊秀 华 情歌 上榜 MV 中俊秀的原始人造型把人吓得不轻但原始人俊秀不修边幅的外表下也有一颗卖萌的心 숨을 죽이고 있어 작은 입술 위에 깨진 많은 꿈들 Nobody can help me 썩어버린 기억 저 별 위에 나를 꺼내줘 Boyfriend Bounce 情歌上榜男友团推出新曲化身复古男士此次专辑以爱丽丝梦游仙境为主题 MV 整体贯穿童话色彩将组合独特的形象再次巩固强烈的视觉效果和超乎寻常的梦幻更加令人印象深刻 오늘 내 편인 듯해 보여줘봐 너 하나의 전부인 걸게 뼛속까지 날 다걸게 발은 이미 길어졌어 나를 위한 축배 늘어줘 여기 너를 위한 뮤직 Let go 너만 보는 눈빛 yeah, 너를 향한 몸짓 Everybody now put your hands up Let's bounce come with me bounce come with me Automatic 情歌上榜红色天鹅绒梦幻归来公开 MV 这一次红色天鹅绒由4变5他们新加入了一名成员 Yeri 新专辑有新成员加入红色天鹅绒又要迎来一次新的开始啦 It just comes so natural It just comes automatic 매일 기다리던 환상에 어느새 내 심장은 숨 쉬고 있어 잠시 흐트러진 소리가 너를 다 사랑이란 진실을 모두 말하게 돼서 따뜻하게 baby skin 빛을 살짝 앉은 lips 비에 젖은 듯한 eyes 모두 아름다워 너의 내 맘을 감싸 안아 채우고 있어 처음엔 몰랐던 Automatic 아주 작은 멈칫에 감각들이 움직여 It just comes so natural It just comes automatic 단 한 번 나를 스친 sugar rush 너무도 자연스레 멈춰서 있어 내게 눈을 감았다도 다시 또 내게 올 수 없어
家人朴宰范 Apple 新歌上榜，单眼皮女孩家人时隔一年独占音乐榜，在主打歌之一 Apple 中扮演掉落凡间的夏娃，拿着苹果寻找她的亚当。别忘了当年她和赵传在节目中是以亚当夫妇的身份谈了场假想恋爱，不过现在嘛，事已至此，家人还是拿着苹果去寻找别的亚当吧。Mommy, you need to relax. Go slow, girl. You're moving too fast. 여기서 이러면 안 돼. 그러다가 큰일 나면 어째. 잘못하면 우리 둘 다 벌 받아. 한 입 할 까 말 까? 오, 참자. 한 입만 어때? 아무 일도 없을 거야. 그렇지. 혼나면 어때?张杰刚刚为爱妻温馨庆生，不料却在参加选秀节目《最美和声》时，公然与美女学员上演浪漫一幕，不但深情对唱，还上演倾情相拥的戏码。主持人看到这一幕，都不禁在现场说道：“谢娜看到老公这样，会有什么样的感受？”随后，谢娜在微博晒出张杰节目中与女学员对唱及拥抱的视频截图，还有主持人调侃自己作何感想的画面，而最后一张则是自己拿着面巾纸哭泣的照片。谢娜在微博愤怒地写道：“最美和声的导演您好，请出来面谈一下，尽快连夜等。”网友们就纷纷留言，有网友称：“娜姐，你怎么不去当杰哥的学员？你要是去了，谁敢动你家杰哥？”韩国男团 EXO 的人气一直居高不下，而中国籍成员张艺兴最近在内地更是动作频频。近日，张艺兴空降上海虹桥机场，当天他身穿白色外套和牛仔裤，帅气逼人。数百名女粉丝早早就来到机场等待偶像的到来，粉丝越聚越多，他们将现场围得水泄不通。
由于粉丝太过热情，张艺兴只得匆匆与粉丝见一面，便挥手告别，改走特别通道，并在保安的护航下顺利乘坐驾离开机场。虽然临时改走特别通道，但粉丝们的热情让张艺兴无比兴奋，更有粉丝未见偶像追到特别通道，张艺兴也是礼貌的语气挥手告别。近日，张智霖现身北京出席某品牌开业活动，一身笔挺西装亮相的他一出场就被粉丝重重包围，就连主持人都一秒变小粉丝，直呼男神太帅。其实为了保持好身材，张智霖可吃了不少苦，为了接下来的演唱会会有更好的状态，张智霖最近一直在忙着锻炼。是，我觉得自己之前还是太放纵了，最近因为演唱会还是要穿回那个巡回的衣服，所以不能不保养一下。有一点艰苦，可是还是需要的。张智霖希望可以呈现最好的状态给粉丝。说到状态，最近张智霖被拍到和老婆一起吃饭，疑似吵架，被问及此事，张智霖连忙否认。我们好久没有吵架，我很想跟他吵一下。对啊，因为我好久没吵，因为我觉得两个人的生活不能单单就只有甜蜜，我们应该让我们的经历更丰富，应该有吵架，应该有开心的时候，也有很多不同的情绪在里面。可是真的，你刚才一说，我们真的蛮久没有吵架，想想看有什么。近日，孙楠前往浙江嘉兴录制某节目，在录制现场，孙楠的出现成为了焦点。由于之前孙楠在《我是歌手》的突然退赛而卷起千层浪，赛后孙楠本人遭到各方质疑，而汪涵却凭借出色的临场发挥获得网友的一致点赞。谁知一个月后，此事再起波澜。在最新一期的《天天向上》中，崔永元恶搞退赛事件，同时还不忘发声。孙楠因为这个事饱受攻击，不过大家不要骂他，那是每个人的权利，他是个挺好的人。随后孙楠转发该视频并附文，我更佩服汪涵的演技，似乎已有所指。一时间关于退赛是场炒作的争论再次飘上头条。作为整个事件的目击人之一，陈洁仪还原孙楠退赛现场，当时坐在第一排真把我惊呆了，第一感觉就是不相信，看到全过程就慢慢会觉得这是一个节目效果吗？后来发现原来不是，又看到汪涵怎么摆平这件事情就接受了，然后就 OK 没关系，就继续为其他人打气。很多时候当我们上了舞台，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我觉得上了舞台是要变成超人的，无论突然发生什么事情你都可以摆平。当被问到你觉得孙楠选择退赛这件事情也是一个超人的行为，陈洁仪直言我不知道，当然我没有机会问他，可是我相信他一定想了很久。第三名 Fista You Are Beautiful 情歌上榜， Fista 新曲 You Are Beautiful 面对强敌依然不甘示弱，坚持继续保持季军位置， Fista 在国内的好成绩和中国成员曹璐的宣传互无关系，不久前他还在微博上向辛苦打榜的小伙伴们致以谢意。너와나어쩌다여기까지오게된걸까상처만남아버린우리사이난믿기질않아이제나올 good days 함께라행복했었던그때다지나가버린날들에잔해 but 지금널보면내마음이다잔해Baby I don't know 第二名家人
Paradise Lost 新歌上档，科研女孩家人双主打之一 Paradise Lost 领你进入迷失天堂，家人将这张专辑取名夏娃，用这个神话中的名字来寓意诱惑与禁忌，这两个形容词在 MV 中也是得到了不遗余力的展现，特别是家人模仿蛇舞，真实大胆又充满艺术韵味。Let me do it. 지금부터너좋은꿈을꾸는거야 Let me do it. 너의귀가에넌내손에새겨놓는데낙인같은나 Anyone looking for the paradise 달콤한꿀처럼좋은것말이야 Maybe I'm never true diamond rose미치게탐나는좋은것말이야 I feel I'm real 지금넌어디야지금난거의 The Paradise I'm here I'm yours 이것만기억해 You and I on another paradise 불을켜줘 please 네가나를전부볼수있게이순간우린 free돌아가고싶은곳은없어인정봐내목소리가나아는모든말을거짓말너를들려는모든것들 S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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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op Anyone looking for the paradise 달콤한꿀처럼좋은것말이야미치게탐나는좋은것말이야 I feel I'm real 지금넌어디야지금난거의 The Paradise I'm here I'm yours 이것만기억해 You and I on another paradise You're talking about a fantasy Lifetime They're making up another fantasyD&E Super Junior 不要痛情歌上榜，别看 D&E 小分队只有两个人，但人家可是分工明确的组合，一句话就解决了所有人事分配，比猜拳决定还容易。다쳐버린너의마음속으로찾아가봐도아무도없는이방에서이미깨져버린우리의모습을발견해서아파서그래도너는나만큼더아프지않길매일바래수없이도조차귀찮단듯이나를밀어내시계바늘들을쫓아시간따라따라가다떠나가는너를발견해지금나는너무급해넌달려가는급행익스프레스처럼매일발걸음을보채추억의굴복해이제우리들은그저낙서가득한날가버린공채잃어버린나의기억속으로찾아가봐도이제